第一个就是他 HD 的，他们是叫做 HD Master 做的这种脸，嗯，他们的脸非常的像，低帧，很低帧，镜头对到是猛人过这样子。他当那个餐厅小弟有没有打那些老外？对对对，哦，我知道的。你总共有多少只盒子厉害？我现在收集大概快40-50只吧。总共花了多少钱？因为平均大概5-6千啦，实际这种比较贵，差不多。弟妹啊，他大概污了大概100万。没有，这是兴趣啦，兴趣。那这个他这集绝对不会看到，放心。会放在那种朋友家，而且那种玩具达人，是是，他们会照顾照顾，对，帮我做干燥啊什么。OK， 对 ，OK， 好。哇塞，哎，你的公仔很屌哎，你看这个，他有4双手、5双手、3双鞋、2套衣服，对，还有一个这是什么？这是最有价值球员的那个奖杯哦哦。那请问一下，为什么 Jordan 要穿这一件？没有没有，李小龙，李小龙，太大，不要乱穿呐，乱穿，对啊，穿的给人看，他是热身衣啦，Jordan穿热身衣，对对对 ，OK， 这个是限量的吧？限量的，这个是今年才出的。那台湾进的话，大概应该所有人都是9月才拿得到。你几月拿到的？我生日7月25拿到。你是去美国做的？没有没有，这是香港做的。我请那个好朋友，有一个达人，台湾的玩具达人，帮我去搞定。所以这个是你的生日礼物吗？对。谁买给你的？我买给自己的。生日礼物。可是重点是，就是老婆会问嘛，多少钱？对，多少钱？你报价多少？我报给他大概3500打折，认识3000这样。嗯，哦，那有机会3000块，这个3000块，差不多实际价格。弟妹啊，光这一套衣服就不止3000块啊。实际价格是多少？差不多快1万。对，哦，还好了。OK， 这一套在收藏家来讲，它的特别点在，哎呦，它还有这个哎。对，它就是第一个就是它 HD 的，他们是叫做 HD Master 做的这种脸。嗯，他们的脸非常的像，如果低帧很镜头贴近的话，好像这家做的脸是非常非常像的。Jordan， 哎 ，OK，Thank you， 对 ，OK。然后再来就是一般哦，他12寸人偶啊，一般大概比他矮一个头。哦，他照那个比例，他照198公分的 Jordan 的比例去放大，好酷。所以这是几比几的比例？这就是12寸啊，六比一，对。所以说。屈哥的12寸人偶拿来就大概是这样高，对，差不多了。他有一个特色啊，他就是他有的手，哎，我懂了。如果这是 Jordan， 这就是屈哥，哎，差不多一比例，差不多一，哎，他一尺嘛，差不多，198，对，198嘛。那他这个168，哎，两个啊，这个手还有做磁铁的哦，吸入球酷，所以他可以做，他可以做那种切入的动作。哦，酷，他可以变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可以拿，对，或者还可以做灌篮的姿势。所以他这个吸力很强，对。然后像我们订啊，是去年就订了，是还有多有这个衣服哦。但是现在单独买只有这种，对，只有这样。那请问一下，哈，达人是 Jordan 什么时候要锤人啊？那Jordan也会有这种锤人的时候，就是他生气嘛，跟裁判说犯规嘛，他可以换一个手。你看他这个手可以拔下来。哦，然后换这个。对，就可以换进换上去。哦，懂了。要用力塞。你来。对，我弄坏了，我倒霉。这个不好塞。好，算。对。哦，Jordan打拳击。很好。好，就是男生的芭比啦，其实。接下来Bruce Lee。贵。Bruce Lee他是因为。他人已经在天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每一年呢，有些，例如说，也不是每一年，大概5年、10年一度。哈利波特金。他这个，这根棍子其实在大家看过那个，这套是猛龙过江。这套是猛龙过江。哦。他当那个餐厅小弟有没有打那些老外？对，哦，我知道的。对，那有个太小，还有什么？还有2个双节棍的嘛？有，这些都有。哦，酷，这个你报价多少？这个我报价，因为这看起来就比较贵嘛，比较大只，报给老婆，报大概5500这样。他这个李小龙的包装盒，你看看。哦，对，这个包装盒，玩家非常的喜欢的。这个包装盒酷，哇塞！哎，小心不要摆那个尖尖哦，它这个是宝丽龙，你看戳一个破掉。对，它是用宝丽龙做成雕刻的，对。看看，哇塞！
一个人性，是不是？李小龙棺材哦，我每次把它放回去都觉得好像送他入土，是不是？入土。那你总共有多少只盒子厉害？我现在收集大概快40-50只吧。总共花了多少钱？因为平均大概5-6千啦，实际这种比较贵，差不多。弟妹啊，他大概污了大概100万。没有，这是兴趣啦，兴趣。那这个他这集绝对不会看到，放心。这会是不会？我们会寄那个 DVD 给他。你开这个公司好像是为了应付你老婆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洗钱，一直他管账，我也没办法管他血都掉。我说真的哦，改天你就看到你儿子。你小孩就拿这个样，啪啪啪，爸爸这什么？啪啪啪，千万不行！我都是放在那种朋友家，而且那种玩具达人，是他们会照顾，对，帮我做干燥啊什么 ，OK， 对 ，OK， 好。